S R， 哎，是 S R， 什么？是 S R， 没错。等等，我会跟欧达学姐 Nemo， 然后还有兔姬老师比赛抽这一个卡牌，然后看谁的手气是最。要说最欧吗？还是最飞？反正最飞的这个会有这个小小的惩罚啊，会有这个小小的惩罚。Rain 准备接受惩罚吧？不可能，不可能！你看我的手，白的，手很白。你不要听听看你现在讲什么。而且我今天还找了这一个利器来，超级白 ，OK。等等，就由他来。帮忙开卡包，我保证我一定是欧到不行，对吧，亏亏？啊，不要看我的耳机线，但欧亏有手套哎、欸，他的手套不是黑色的，那给大家看一下你吗？哇，你好壮哦！啊、哦，我的天哪！哦哦，为什么你一副生无可恋的样子，丑猫？等等再请你来帮忙，觉得 OK 有参战吗？他等等会帮我抽几张 CSR 的闪卡出来啊，你们知道听说 CSR 的闪卡要这个概率啦，就是以概率上来说大概15-18盒才会有一张啊，今天有 OK 在，有我在，我估计我们第一盒就有闪卡了。 OK， 两位不要再说我飞了啊、哦、不要在我在准备要开始抽的之前就开始说这些话哦，不要害我哦，冷静一点哦，你们冷静一点哦，主播一定赢，我不知道怎么输，我真不知道怎么输、啊、今天呢有开直播就只有我跟 IN， 好，我们这边都会有各三组可以送你们一整盒的卡，没错 yeah 马牌 yeah 很多耶 yeah IN 的那个尾音 yeah 好，后来今天虽然是要选最飞的啦，我自己想选最飞的，可是最欧的那一个人呢今天会送SL 跟 GA 联动这个卡包哦，所以你们就快点帮你们的、你们的推、不客气了，聊天室不客气啦，努力哥，麻烦不客气，麻烦了各位，需要你们的，需要你们的养狗，永生快点、哦，我们先决定一下，我们最飞的那个有没有个处罚？听说昨天最后是瓜跟陆佳学姐要开一个台词回，哇、我们要这么夸张吗？可以给我们录音到推特好了，好啊，我们对，我们录音到推特好了，啊、你们想听？你们想听阿燕说什么？为什么是我？为什么是我？不是我，不是我。因为我想起来，阿燕用色色的那个有色色的尾音说说话。七七，录一个很长的七，一分钟的七，什么都没有，就只有一个七。平常不演戏哦，七啊，录个30秒的，太水了，太水了，真的，的确，唱一段，他们想要听你们唱一段呢、欸。啊，的确，兔姬老师 Nemo 跟我达达学姐跟那个阿燕都可以唱一下哎、欸。啊啊，你可以啊？可以吗？可以吗？你来踏踏。You touch my ta la la。啊，好好好好好。OK OK， 清唱。唱一段呢？啊，对啦，这不会输，会赢哦。不会输吗？不会输。你讲这句话感觉就有问题了，你。我必须说，大家怎么那么喜欢老公天下第一啊？你们这些人。你们要听阿燕唱吗？ 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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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s. 对啊，你们醒一醒好不好？什么响？等一下，什么响？我没有想到，先听到的是兔姬老师这边先说虾，没想到这么的快。好，我们先来开箱了吧，各位，请你先帮我拿出来，先拆封。阿燕已经先拆完了，我们先来看阿燕好了。阿燕可以给我看一下你的卡牌。OK， 你的第一张是什么样子？可以让我看一下吗？第一张是什么样子？欸、很香哎、欸。对，不过是 C 卡，没关系，没关系。哦，是 C 卡是不是？再接再厉，再接。没问题，没问题。Okay、C 卡好。这是 C。OK。C， 你可不可以给我看一下？你不要，你要发牌，你不要发牌，你给荧幕。我想说你们要加速吗？我想说你们要加速吗？加速，你可以给荧幕看一点吗？ Okay, 这是太有亮相了。这个是魔，对，这是魔法卡。你的 C 跟七一样，有那个异曲同工之妙。C， 这张也是一个 C， 然后是一个看起来是一个妹子，哦、是个妹子。我、哦、是妹子 ，OK，、欸、真的很好看呢、欸。没错啊，怎么又是 C？、哦、我们看下一张，怎么都是 C？
OK， 没关系，没关系。对，一个炼金术师。A 对，他是炼金术师 C 卡。OK。OK。然后这个是魔法卡， okay. 也是一张 C 啊，这个看起来是治疗魔法 ，C 起来 ，C 起来 ，C 起来，不用 C 啊，完蛋了，没事没事没事，哦，这是一个 OK 顶了，这张也是个 C， 水蓝色的妹子，对，水蓝色的妹子，OK， 不要笑，不要笑，为什么在笑？为什么在笑？为什么在笑？还没结束哎、欸。因为你都没有，你都没有抽到其他。然后这一个是一个机器人，也是 C 卡。OK， 哇，你很 C 耶、欸！怎么讲？它牌面看起来很不像 C， 但是卡是 C、欸。对，没关系，没关系。画面每个都很漂亮。对啊。哦，这是一个侠盗的这一个魔法卡、哦，但是呢，没错，C 卡。怎么会这样？你确定你没有看错吗？没有没有，没有把右脑倒过来。没有，这也是 C 卡，但是我感觉快了，我感觉快了，我感觉快要倒好的卡了。OK OK OK， 对对对对，OK。可以可以。好、oh, ，U 卡 U 卡，各位 U 卡，没错没错，来了来了。哦 ，OK， 我们这边来了，开始转运，开始转运了。没错， okay, okay, 这也是一张 U 卡。哇、wow, ！有两张 U 卡喽，各位紧张了吗？紧张了吗？各位有来了，开始来了，这样子有感觉，有感觉了。哦、oh, ，SR， 这张是 SR， 我的天哪、啊、！SR 吗？我是 SR， 哎呀，各位，你们可以想想你们的惩罚是什么了？哇、wow, ！什么 ？SR， 谢谢各位，谢谢各位。OK， 你好像有点太得瑟，舒服了，舒服了。啊，欸、不错，好像一样，一样，好像一样，一样哦。U U R， U U R， U U R， 你真的很讨厌。对啊，没关系啦，各位，不要这么有压力哦，不要这么有压力。他可能这个第一包而已啊，不要这么有压力。可能第一样的，第三包。等一下，等一下，我要把分数，这还没有上去。我跟你说，你们不要急，这包我赢定了，这包我赢定了。真假？你有感觉到吗？我感觉到了，有你的感觉是不是？好可怕哦！他来帮我了，交给你了。好亏，好亏，交给你了。叫我的猫来。USSR， 好亏，怎么说？我已经想到，我已经机械少女，我已经看到了那个赢的未来，会赢。C， 好，下一张，我笑死了，闪卡，闪卡，哇，闪卡来了，哇，有什么？有闪卡，这是闪卡，闪卡有加分吗？闪卡可以加一分，太好了，哇，再加五分哎，好扯，什么意思？真假的？没有路，哎呀，来，换我了，换我了 ，OK， 第一张。没问题，好 ，C， OK， 第二张 C， 哦，这张蛮帅的 ，OK， 真的那张蛮帅的，这很好看。第三张 C， 又是这一个骑士，第四张 C， 哦，这个好，哦，那张刚刚好漂亮，对，学姐有看到，对，好棒，嗯 ，C， C， 啊。C， 再来哦，又是这个瓶子 C， 又是这个黑发妹子，黑发巫师 C， C， 他是刺客，对，大腿，又是这个蓝发，我怎么感觉我在抽一样的卡包 C， 来了 U， 侦探年度 U， 哦，弓箭手 U， U，OK， 哦 ，SR。是 SR， 什么？是 SR， 没错。哇！你应该不是把旁边那张 SR 拿出来吧？两张都拿出来。不同的，不同的，不同的。不同的，不同的，两张 SR， 两张 SR。谢谢各位。你夸张了，你夸张了。啊，有了，可以了，可以了，太棒了。裂开，要回家收工了 是？可以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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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要继续吗？不要继续了吧？你这第四包，你们先自己开起来，可以帮我先分一下类吗？你们的 U C R 什么那些的，有特别的，请给我们看一下。十六还是保底？这里又有一个 S R。主播，天哪！天哪！天哪 ！I N 已经有一张 S R， 对不对？没错啊。
哇，你真的爽爆了、欸！谢谢大家，请帮我加16分。对，我也是16。为什么你可以那么多 S？ 为什么呢？为什么呢？好好奇啊、哦，为什么呢？没有闪卡，是不是？怎么没有闪吗？没有没有闪，连闪都没有吗？好想要闪哦！我就知道，我从小就是个不会中发票也不会中乐透的人。我的好运，开始在上树了，跟人生上树了。我的天哪！哎呀，一张都没有， oh, 真的没有。Oh, no. 谁要先？你们谁先猜好了？哇！等下有Nemo来了 ，Nemo 来了 ，Nemo 来了。换谁？换谁？换阿燕，好像听起来迫不及待。你好像刚刚抽到不错的东西，是不是？换我吗？八张 C，、哦、然后两张 U， 哎呦，一张 R， 还有一张闪的 S R。哇 ！Oh my god！ 闪的 S R， 而且这张很可爱耶，我记得。对，这张好可爱哦。哇。OK， 是不能让我赢一下，是不是？又是阿烟的局，又是阿烟七，七真的是七，我的天哪、啊、！S R 三卡，哇塞，达达学姐的分数跟阿烟是同分呢、欸，我们是同分了，哇！但是我要说一件事情哦，我要说一声哦 ，Nemo， 你多一分哦。哇！是突击老师，是突击老师，反败了！为什么？我的 S R 有跟没有是一样的、啊。分数统计到现在，目前分数是这样子。好了，我们现在要来寻找 C S R 的环节了。你们看到第几包了？哇！你是第几包啊？怎么可以有一个王？我已经上文想要当非洲小王小公主，但是天不从我愿。你第几包？哇，是抽到什么？哎、现在是，请问一下，现在是要哪一张卡片啊？是 CSR 吗？对，是 CSR。CSR 的环节。哦，这张好帅哦！有种。雷摩的眼神好透露着羡慕。哇！我的天哪 ！CSR 在我的手上！哇！天哪！哎，是我签名的 CSR。这是签名呢。各位，我先飞欧洲喽，拜拜！这机票好美哦、喔，是啊，很漂亮。那一张多少啊？那个价值我记得很高，不是吗？我记得还蛮高的。对，有人说好像蛮高的。就是没有 CS， 耶！八九九美金呢？八九九美金？九九八九九？八九九？哇！是八九九吗？哇，这个好高哦！哇，好高的两万七哦，两万七吗？明明输了，但是赢了。那可是我们还是要决定一下突击老师的惩罚，不要以为忘记了。可恶！那大家再见喽，拜拜。直接结尾。OK， 所以呢，我们总共有六张 SR， 然后三张闪卡，一张是 U， 一张是 SR， 一张是 R 的。我的闪卡好像都蛮可爱的，哎，都蛮好看的，还不错啦。我觉得我的运气算不错，你看。我帮你们得到了可以抽到我们 SL 箱卡包的这个机会啊，各位，还不快去休息？会啦，会休息啦，但是该做的还是要做，要给大家看看可爱的亏亏哦，亏亏你好软烂哦，你这样真的 OK 吗？亏亏。他刚刚在睡觉，我已经把他挖起来，好爽。因为我今天睡觉的时候，他也一直挖我。我今天睡觉的时候，他就一直跳上跳下的。然后因为我身体会冷，然后我就把手放在这个棉被里面。然后呢，他就一直跳我，因为我的手在这个棉被里面，然后会动嘛。然后他就在外面开始觉得哇有猎物，然后他就开始用跳，他现在真的是用跳，他就直接跳，就是那种扑猎物，然后直接跳到我身上，然后就他很重啊。而且我叫他停，然后我把他抱走，他都不停哎、欸，叫我都不停哎、欸，你到底有什么毛病啊？怎么那么可爱啊？那你这样子，但是爸爸还是很爱你哦，所以我现在才要把你挖起来，让你懂我的感受。而且你没有发觉今天大家都在学我，都在学我这个切字，到底是怎样？这些人到底是怎样？不过很可惜没有抽到 CSR 卡，下次一定。
再给你们看一眼。亏亏亏亏，我知道你想睡了，但是再给大家看一眼好吗？大家想你哦。真的是很难晒耶，这样子，你真的很难晒啊！你是不是有藕包啊？你都不看荧幕，看荧幕啦！而且他是直接软了，他是把全身重，他就是他没有出，他直接把全身重量放在我的手上，他完全不 care 自己会掉下去的可能性，他就是哈，你会保护好我对吧？对，我会保护好你啊 ，so cute 啊 ，so cute。我说这样很难好好摸你，好啦，那走吧，亏亏，我们都去休息吧。OK， 各位晚安。嗯，亏亏，要不要跟大家说再见？来，他手掌拍麦克风。嗯，喵喵喵喵喵。没有，这是我。OK， 哼，哼，那是我。